假设冰离合现在六档或五档，现在六档踩着油门呢，只要松开油门，齿轮没有受到带动力，轻轻一推，拨浪器就把它推下来了。然后现在送入五档，只要猛踩一下油门，松开油门，然后转速下降的时候，中间会经过最佳区间，一推 OK 进去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现在的车子都有同步器，非常方便，但是一档大的一般是没有同步器的，所以必须要非常注意，慢一点。